来看到这啊，代替因空仓杀出这上十月的因不安空的纪念车票，顶关的日期是啥？罕见七月一的联合，今日透早五点半开始卖，真侪人七早八早都去排队。铁车拄啊光，不过台南永康车头外口早就已经古迹满满的排队人潮，为了就是要来抢买代替永康站推出的永保安康硬卡车票。无同的是，这次车票顶关印的是1801年11月11日七月一的硬卡车票，是真歹看到。一个民众真是讲特别对宜兰南下排队来买。我有小孩子在美国，还有在台湾，有的当医生，有的做护士，那我要给他们一个惊喜，就是自己全部都是一的纪念。千年等一回，哎，有可能我们这辈子可能也没办法遇到了啦，所以说也大家跟着大家一起排。一直到了透早，排队的人潮相共是真多。其实自代替有计要来印50000张，逐天卖12500张，将会对8号开始，一连四天伫印空车头来卖。站务人员嘛是真无闲。那我们就是限量1.25万张，然后会再多加，就是预备就是明天的量。我都那个回家睡觉都是酸到手臂啊，都退出了这样。今天的状况还人潮蛮多的啦，还200多个。哎呦，都很早就来排队了。我们就是有那个警员啊，警察来维持秩序。代替永康站到保安站的车票，因为是有印永保安康的字，是备受欢迎。每次拄到特殊的日期，硬卡纪念车票总是吸引真侪民众排队来买。这次七月一零号，嘛去用形容是真歹拄到的机会。不过永康车头嘛烦恼来买的人潮，妨碍一般坐车的民众。车站大门一开，嘛进行人流的管制，规范每一梯只会使5个人来买。记者郑宏达报道。